前面刺激啲。身體健康，我問係咪有好啲啊？係咪身有好？其實冇冇冇唔好過，係啦係啦。但係即係今年係好忙，係照顧屋企同埋工作，咁咪少啲時間可以即係去 gathering 嘅大家。我又話覺得你即係跨咗行兩年就會攞呢個獎。入行第四年啦，其實咁啊，覺得所有嘢都僥倖，真係嘅。冇僥倖啊，冇谷之橋，咁我覺得係咁啱好彩，唔覺意攝咗喺呢個位度嘅。咁啊，即係我多謝大家支持，亦都冇得可以同任何一位過往嘅最受歡迎女歌手去比較。係啊，即係我自問自己，我知道自己係一個咩人咁樣。我係一個好中意、好愛音樂嘅人。你話我其他嘢啊，你喜唔喜歡、你中唔中意啊？呢啲都係大家嘅喜好嚟噶嘛。是不是我覺得做了這本份是一定很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還有我真心喜歡音樂這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有人說這是一個勤工獎，我覺得我挺勤，一直都，我真的很給心機去珍惜這個機會，真的不容易得到這個做歌手的機會，所以其實一直都真的，我都沒什麼放假，也都沒什麼私人時間，亦都唔會即係少咯，少咯，係啦，因為我知道我起步已經太遲啦，太慢，係，咁所以希望可以追翻啲時間咯。